靠近带有鲜花花心标识的墙面时，可以在上面行走。就是这样，保持住。这个距离，先化后飘飞过去吧。贴墙，继续。不愧是老魏，做得不错。不过，坍塌的速度加快了，要小心。这里没有常规通路，鲜花自身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很少听到你的夸奖。我只是在陈述事实罢了。借用气流飞跃过去。我已入侵控制中心，你们按计划行事。走空中路线。飞起来了！你们的王者，请接受我的援助。左燕。闲话风暴雨，我此处请小心。请接受我的援助。
结相反击。守护星芒，你们不要跑，请接受我的援助。守护星芒准备完毕，然后守护星芒到达30分会持续结束击破，两个也不是问题嘛。准备完毕，守护星芒即将到来，请接受我的援助。愿苦难终结于此。全部武器强化已激活。世界很轻盈，我方还差十名击杀获胜。守护星芒准备完毕，飞起来了！极限反击。希望你们不要跑，我们还差五名击杀获胜。我方还差五名击杀获胜。别想反击，请接受我的援助。全胜，任务完成。这场胜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见证。